大家好，我是 FDI 世界牙医行会联盟前主席黄蝶春医生。每年3月20号就是世界的口腔健康日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保持我们的口腔卫生，为我们的口腔健康自豪。香港大学牙医学院推出了这个世界口腔健康日的网上问答比赛，我们大家一起参与，认识更多的护齿的知识，还有机会赢奖品。祝大家口腔健康。